姐，今天早早的来到北京平谷和美大超市，有朋友来找我帮忙卖货。走进超市，感觉太冷清了，这是第三层。每年这个时候已经有很多人在购物了。再有十天就要过年了，看这里的收款台连人都没有，工作人员全都在外边站着。这里是衣不换新的，洗羽绒服修改。现在最热闹的地方就是农村大集市，购年货的人很多。超市里为什么没人呢？只有走到大集上才能感觉到快过年了。这大超市里冷冷清清，这么大的超市连人气都没有。现在已经是下午3点多钟了，只是见到了几个顾客来购物。好了，这期视频就到这。